转来坐啦，咱找一个阿母，叫伊要煮一盘给咱吃，好不？不然啦，咱今晚就要吃啦，快点来坐啦！今晚就要吃啦，太热了。我来回去找看卖。我的话你唔拢无咧信咧，我有讲过啊。伊若有材料，离家出走，就材料家己倒转来啦，免坐啊啦，你白啦。你老放啦，放。哎呦，不管安怎，我总是囡仔老爸啊。啊，即摆囡仔四界找无啦，我若关心到唔对了。你头家啊，啊恁咧讲啥？啊咧找啥啊？有啊。你要怎倒来？啊头家娘都甲我讲好啊，敢讲你袂晓我倒来？三八，讲这。阿芬那个嘉宾在阴人呢，我来无看到。因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，我才怪囡仔，哎，离家出走，一定是你的啦！你就是吃饱用的吼，不是甲拍就是甲骂啦，你的心有够凶嘞，你啊！啊，你袂记得伊吼，那么好我甲你驾驶哦，你都唔知哦，是甲拍人是做啥物型的啦？阿姑阿姑阿姑，阿姑你都认得？阿姑。阿姑，就是安尼，你莫插袂到。阿姑啊，你打够人为伊啦，伊昨嘛来拍我，就我唔敢管。头家娘，是你创啥啦？囡仔来啦，你有看囡仔无啦？我唔知影啦。哎呦，头家啊，阿青啊，小弟，我。是我，滚滚阿娘啦。哎呦，老先生。哎呦，就是安尼，烟斗甲安尼，哦，你名真深嘞，常常听到。哎呦，水呢，浪呢，哦，就是有你这款的破皮啦，专门咧搞人的翁，真正浙江的狐狸精，才会徛伫咧遮哦，才会骗着伊人臭粗皮啊！小查某，你就是咧讲啥？你是讲啥？老先生，免惊免惊，喂，查某。也好来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号做赖彩莲。啊，若伫唱惯线的吼，大家拢叫我拖彩莲。我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啦！老先生，你目睭是去搞到哪话哟？这款戏是你看会上目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咧开猫顶哦，我内底遐查某上歹的嘛，搁比伊搁较辣。你走走走！大哥，你来快点！你走走走！你是要甲我斗下手，还是要来甲我惹麻烦的啦？无啦。小弟啊，我这走路腿就抽啊！找囡仔较要紧啦，找囡仔较要紧啦。这摆囡仔吼，一点仔消息都无啦。看讲你拢未烦恼，你敢有看囡仔是按倒一个方向去的？我唔知啊。你真死囝嘞！你有啥物资格通做人的老爸？啊，这这。张经理。啊，张总。张经理。啊，加班哦。张经理。张经理。先生哦，安怎样？安尼就好啦。
伊偷我的闲钱啦，我害我白一道啦，我要找因厝的大人算账啦。够吗？差得不够。我要报案，你要报啥啊？哦，老我有事，啊，你良心发现啊吼，你搁会关心恁囝，我就是讲你的心肝叫倒补去啊。你哪来啊？啊，我明仔来哦。哎，阿斌在叫阮啊吼，是叫你的心肝囝嘞，伊为着伊吼，拼死拼死来去找伊啦，无想恁啦。哦，是有啊，无啦，是有无啦？拢找无嘞。我用个找无个，拜托。囡仔遐尼细汉啊，啊哪有倒位通冤互伊走？啊哪找无你有问题啊？安尼袂用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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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。小弟啊，阿妈来去外口接啦，拜托啦，小弟啊，你来来啦，一顿来啦，一顿来啦，啊，拢是你啦，定在咧看动囡仔，囡仔你万变不甲安尼。唔爱去伤心啊，身体要紧啊。囡仔若放心，我心会啦，囡仔来啦，囡仔来啦，囡仔来啦。小弟你唔爱去伤心啊。会啦，你莫想其他啦，阮会专门甲你找啊。找无啦，找无，咱家己来去找啦。哎，好啦。你无在等啊？好好好，叫伊马上过吼。好好好。好，等小弟。你囡仔找着啊？囡仔找着。找着啊！囡仔找着，找到位，找到位，找到位。医院。系啊啦，在北医，到一间啦。那边医院。那边医院，多谢你。多谢多谢啊！带妈妈来啊，好卖房。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讲。阿公啊，大兵，阿公，你是怎倒去啦？你阿母惊死哦啦！哎呦，对公伯阿母不平。你知阿母干那恁两个心肝囝尔，啊恁看恁四家拍麻将，阿母若出什么意外，你叫阿母是要安怎就好啦。阿母，阿母，是我唔好啦，我讲阿母就是有你。你若妈妈搁逐天甲阮爸，我阿母食饭，所以我阿母就偷偷出来找你。阿母，你我拢莫离开我吧。阿母，我就想你，阿母看你疼我，我还是跟阿爸一起。阿母，我妈妈我要做我的。阿母，我不敢，阿母不敢。阿斌，阿芬，阿姐，阿芬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钱，这是第一啦，我搞这些。你看，看，那两个囡仔有够古锥的啦，你看看，啊，是讲哦，那两个囡仔古锥还搁一款心肝乌龙毒，有法度甲你苦毒，嘿，那实在真夭寿呢吼。阿斌呐，阿芬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阿姨过来。
蔡丽娜伊是妈妈上好的朋友，紧叫。蔡丽娜，你好，蔡丽娜，你好，你好，乖，有看我咧有礼貌，哦，你真乖。哎，啊，恁两人送来病院，啊是倒位受伤啦？啊，是倒位安怎有哟？是安怎？恁两个无受伤，是一位小姐为着要救因受伤。一位小姐，你是咧讲啥？阿母，是方阿姨救你啦。可丢。我讲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爸，我因为巴肚枵，所以就偷喊起来煮啊。想袂到，互许阿伯看到啊。我惊因甲阮抓到，佫送阮去阿爸因厝，所以阮就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山顶。方阿姨为着救阮，才为山顶下落去。真是哦，这科长小够气魄，实在足会堪要往恶落的。哎，歹势啊！借问一下，朱凤英家属敢有伫遮？拜因老爸啦。安尼哦，你嘛有要紧无？因为阮检查了吼，伊有一挂外伤，较不要紧。但是阮上惊伊有脑震荡，上好是带阮遮哦观察一下。哦，啊，阮会用伫遐甲看者无？会用呢。好。英，有影啊？英，啊有要紧无啦？啊，不要紧啦。医生讲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吼，我讲你讲我这无要紧啦。病阿母呐，阿恁两个安怎无？来，来去看麦阿姐，够受伤啊？无啦，阿姨，你安怎无？阿姨不要紧啦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讲，这就是的。生足见笑的，因为着这两个囡仔跋眼，咧大空细里，搁叫我甲你误会。你若着无代志就好啊。可对啊，你对阮母仔囝遐尼好，我搁来怪你，你会生气我袂？莫搁讲啊，幸亏咱是好姐妹啊呢。我咧想哦，可能我顶世人有欠恁啦，所以这世人哦，我会还恁啊。柯丁啊，你好哦。啊，彩莲哦。系啊。你也出来啦。对啊。柯丁。哎呦，啊，好，谢谢谢谢啦。好咯，也唔好。啊，大家是出家吼，拢走咱厝啊，咱厝敢收留所哩。迄张万才是可以啦，无你是钱光，规世人捌看到钱哦，爱看钱哦，陪你看。小弟，五十块。等下啊，也毋知影你迄包是底啥物碗糕啊？我是检查看卖。哎呦，佫真个着甜。几多呢？阿斌，阿芬，阿斌啊，阿祖，车吼发坐袂调啊啦。阿祖，阿爸敢会教咱行？恁阿爸爱做生意，无闲通教咱去啦。家父来行行的，甲恁阿爸讲再见。阿爸再见。其实哦，
那我嘛跟你同款嘞，心肝内吼，就唔甘囡仔离开啊。啊，但是嘛，干那剩咱两个，阿星啊。对阿母来啦！即摆囡仔跟伫咱身躯边较快活，啊，若无跟唔食人哦，小够衰啊！对唔嘿！哎，啊，这钱咱来怎啊赚嘞？小弟啊，小弟，等我一下。阿母，我爸爹可以呢。小弟啊！小弟啊！小弟啊！小弟，你等来！小弟啊！阿爸，阿爸。拍拼认真吼，我相信咱几年，咱就一定有家己的成就。我同你四个去做工，你免叫我吃苦。我要跟伊离婚。九弟啊！我对不起你，已经拢过去啊。啊，不是我辜负你啊。你即马已经搁组织一个新的家庭啊，搁讲这敢袂上班？你后生怕什么？不知啊。为着这两个囡仔，我会打拼。小弟啊，我要来走啊！小弟啊，请你保重。祝你幸福。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今麦吼，恁母仔已经归家啊，啊，我请假啊，侪工也爱返去上班啊。以后吼，都要靠你家己打拼。我知影，多谢你啊。格外了解，你这么贴心哦。哦，你搁讲啊你？那听出来了，哇，啊，来，我那边，哪有地方愿意去个？阿母，哈，阿伯，哎，实在是足歹势啊，阿来也无几工啊，阿都甲恁惹遐尼济麻烦。无啦，无啥物麻烦啦，啊是讲厝内房间遐尼济，那就一定爱搬出去啦。哎。啊！你顶日唔是咧讲，啊！咱厝的都唔是收容所，我才准备要甲赶下出去咧。你点点啦，你，嘛是你，无代无志叫伊读什么警察学校，那无咱早就顺通过啊。又跟你讲我，啊！唔是你不想。你又过来啊？你来抱孙哦，简单啦。我叫招弟啊，较常传囝来互你看，啊，唔是同款。会啦，应该啦。阿伯阿母，我会较常带囡仔来甲恁做伴的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小弟啊，你想要搬去倒啦？阮家彩莲，即摆吼车已经停咧门口口，咱会使来走啊呢？彩莲，啊，你是住伫倒啦？住伫倒啊？这是我的名片啊！哎呦，阿伯，来叫恁四哥。哎。哪吒，这弟海弟，咱家己的人就这功夫。哎呦，算命家己嘛都爱。阿伯阿母，你若来，我特别给你送礼数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彩虹俱乐部，彩莲夜总会，莲花大酒家。无啦，阿伯啊，你嘛念无对，是莲花，唔是莲花啦，彩啊哩济。对对，当市长，托彩莲。偌
华彩莲啊！哎呦，阿伯，你若来，我绝对给你杀秘书。好，我决定一定来去给你杀秘书。哎，你骗过你舅妈唔？彩莲，来这唔好，我别讲。你们准备去开什么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来。你听还不甜啦？对啦对啦，好紧来走啊！好，行行行，来去哦。阿伯，多谢你哦。好，来哦来哦来。来，快点坐车，快坐车。再见。再见。谢谢。好，阿伯，再见。有风头酒，靠那个兴叔叔，你有什么用处啊？哦，彩莲呐，哎，我想袂到讲你生意会做这么大，刚才我拢当作咧分家规的。啊，我的人做实在都袂臭单哦，真正有实力的啦。哎呦，啊你甲阮招弟啊吼，帮忙迄五十万，我肯定的。无喏，那我无咧急用啊，恁老的恁老的。哎，讲安尼，咱阮家哦，啥物无就钱足济足杂的哩，那囡仔，谢谢了无。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这多谢恁的，多谢。小弟，以后若是遇到啥物困难，会记爱来找我哈。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希望我拜找你的时阵，唔通阁有麻烦的代志啊。哎呦，卖波啦！较紧来提物件，来提物件啦！好啦 ，Hello， 阿姐 ，Goodbye， Thank you， 哈哈哈！阿母啊，啊你来穿个遮胖啦？嗯，这我请，这我的司机兼保镖，保全咱的安全。娘，小弟，来坐。哎呀！啊对对对对，那来一坐。哎呀，来坐。赶紧紧的来坐，夫妇。多谢你，来保重啊！我知。你做弟也要出头天啊啦！以后会当甲彩莲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啊！干嘛呢？对啦，阿母，予你擦干嘞吼，点点吼。阿姐，你来看开车。哎呦，阿姐，你这女孩子，到底你这知哦？我要帮你塞车。啊，莫看。点点坐，安尼真危险。点点坐，袂用叮当哦，吼。好。耶！哎呦，歹势，甲你擦干嘞。莫紧，咱咧家己的人，咱咧客气啥？啊，莫紧，咱去坐好坐好，等候。耶！阿母要搞我。啊，唔知阿姑偌久会到？紧来紧来，都要到，都到。呀，到到到，这是倒位啦？遮尔啦，这遐就到位啦。啊，遮哪有白装啦？是倒一间？有啦有啦有啦。这间哩，哪里用的？哎，啊，那你哪会用白锁啊？啊，无你赶紧哦，袂记得买锁。啊，紧来，你来你家来。好，看卖用白锁啊。哎呦，啊，规只耳耳喂喂，啊，你叫做白装哦。别人的白种是种鱼池后果子，啊，咱家的白种吼是种甲蛇后壁全是蜘蛛丝，有甲蛇甲蜘蛛丝嘞。免惊啦，来来来。啊，吃无大，哎，行行行，你来你来。哇，啊，那我靠，规间敢二公顷嘞，我靠。来来，小小贝，小贝就唔当叫蜘蛛丝啦。蜘蛛丝足济哦。哎呦，啊，你住喺这个所在哦？啊，我嘛今仔才来，啊，我拍开的时阵我也无真足看。啊！你住这个所在，就讲住这个所在，啊，哪就去啊？科长骗讲你什么住别庄？啊，迄是你做爸阿母啊看嘞，啊，我真正要死来场哦。嗯，你哦，啊哪安尼？拄则你替我还迄个五十万，啊，你哪有这个钱？免烦恼啦，迄阮朋友哦，大家拢苦租的，我甲借啦。迄人有钱哦，才偷偷啊还，无赶紧，无赶紧，我去甲人借的哦。嘿呐，彩莲啊，你真是对我足好的，啊，你替我还遐尼济钱。等我唔着，当时才害我。又过来啊！咱家己呢，咱袂输外口人咧讲的。来啦，大头啦，快紧啦，吼！是是是。有甲蛇！啊，有甲蛇！哈哈，甲蛇！没惊啦！哎呦，你来哦！阿母啊，拜托一个啊，是苦大苦咧，行七家庄，你咧笑半人个全家，安尼笑死人个伊啊！我袂记咧甲你讲，你莫怪一丛遮大丛啊，上惊就是甲蛇啦。头一遍看。倒来啦，倒来啦，
啊，今日是怎样？老日拄着，但是是我不知啊，大惊，啊乱臭臭安尼，哦，咱个饼安怎久啊？要紧啦，明仔豆豆我饼就好啊哩。哎，彩玲啊，啊哪哩拄啊？咱坐一台海啊呢。哦，哦，迄轿车我坐啦，啊连煮熟菜爽哦，一工总共八千块的呢。哈，坐来哦，哎呦，啊八千块，安尼唔通阁紧紧紧转落来啦，啊轿车驶去现啦，咱用啊无几点钟，我会当减算淡薄啦。哎，紧啦，紧。好，我替来咯。嘿，彩个办的呢，唔通共弄歹去哦。好啦，明仔豆豆我看你平平的，公司你遐坐顶，啊唔着拢。 啊，都有啥物因啊？第一规定，他也要紧。因强的，俺唔只会卡大一块哦。你看，啊，装到这身躯啦。啊，都要病体面，哪有法度？这拢是我较早的迄个坚持头仔呢。啊，恁才知影讲这乌白两道真有够啦。好啦，咱今仔出工尔呢，你讲你讲乌白两道，啊，你唔惊唔多哦？哪个叫人使？哦，拜托，哪个讲咯？好，我上惊你讲迄句，来。 我伫咧内里啊吼，安尼出出入入关遐尼坐病，毋是咧关兴趣的呢，迄是因为吼，我有案底，正常的公司无要请我，无法度啊，只好去做我的本行做老仓，毋知搁去用装哩。嗯，安尼是变安怎啦？啊，囡仔会读册呢，啊妈爱做册钱啊。会用的啊，啊咱规日啊，咱家己做头家啊，毋免看人的头面啊。哈，家己做头家？嗯。哎呦，彩莲啊，你想要当我白收呢？咱大家才出工尔哦。 算唔知你阁想要去开个猫仔羹，等下就无正当的钱。唔通啦，咱虽然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也毋过咱拢付出足大的代价安尼，该顾自身啊，咱嘛用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啊。头家娘啊，还阁有米无？我啦，我碗还袂食，摕去食啦。多谢头家娘啊！头家娘哦，你煮的物件我上爱食，好手咯，煮啥物物件哦，拢好食。嘿，我伫咧紧张的时阵。 呵，这顿了买一台车票，我照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是搞破烂啦？我是讲，你讲这句会对啦。哎，弟弟，你搞主食对无？啥烂料？嗯，咱来去开食堂啊，家己做头家啊。开食堂？嘿啊，我拄才要去买面的时阵哦，咱店仔口吼有一间店面要租人啊，啊，规间哦，咱甲租起来，啊，咱来开食。 啊，你哦，手艺够好，相信人客也食一摆哦，一摆都调啊。嘿，阿母啊，敢有影我做的物件你食会合？嗯，好多个会得真够好食。彩玲啊，啊，那安尼，咱来甲租啦。嘿啊，敢有讲哦？敢毋知啊？啊金啊，搁租金啊，到头遐坐钱，咱敢有法度？有啦，啊，大家轻轻的嘛有够。啊，若真是无够吼，我再去甲阮遐姊妹仔借，我看吼，迄租金无甲会济啦。诶，借我个哦。 我想提全算算看，看看搁差偌济。我来提。啊，我是无偌济哦。提起来，帮走。马紧，马紧，帮走，帮走，我搞再搁想办法。哎呦，歹势，我已经感觉中年啊啦。
啊，这个有这个。哎哎，大哥哎，你搁食了，搁有煞怕嘞。来，纸贴纸，纸贴纸，纸贴纸，来来。有啦。无啦。无咯，迄公家生理钱，大家都嘛爱爱爱加减啊欠的。安尼。你刚刚吃了？嘿。啊你，遐买啊遐钱摕出来。嗯。啊你哪知买啊遐有钱？你搞偷看哦。我甲遐垃圾鬼，是你拄只吼咧佚佗，甲我拄仔看到，互我捡着，摕出，捡着就是我的，摕出，摕出，摕出。嗯。这是我欠陈内端吼，欠十外年后都草包本的，你唔通甲我提起吼，做生意赔了了。嗯，你卖清楚，你都咧惊了。安啦安啦，若甲阮做生意哦，绝对趁钱啦。到时阵吼，你的母本找我，绝对娶一个某给你。有影吼，你莫甲我骗呢。袂啦。哇，而且钱欠遐尼久，而且尼侪钱，拢摕出来先足歹势嘞。头家娘，安啦。别人吼，我是唔知影。那你我有信心，你一定会成功。你拄仔毋是讲今日了钱？袂啦，稳赚的，稳赚的啦。多谢你，多谢吼。阿弟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有信心，咱的生意绝对一定做好。到时阵哦，一定会脚手哦会无够，啊，拄仔收无啦，加收出来。安尼咱规间内底就老菜菜啊，老菜菜。你无讲着收，我老煞袂记的呢。哟，伊过偌久才会当出人哈？嘿，我去出嫁的时阵吼，肯定是有讲啦，讲绣干啦，嘛免偌久就嫁绣出来啊。哎呀，嘿啊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那呢，搁免偌久，咱就等搁再大家斗阵啊。就是，嘿，若讲到绣干，我就想到迄个唔正人。嘿啊，绣干啦，为着伊安尼起痟呢，爱食是忍心搁去娶别人。啊好，恁明仔载问看伊食饱未？嘿，嘛唔卖啦，你唔好去啦，伊遐尼受性哦，去了了代志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即口气你吞会落？紧事看办啦，即马要开食堂，先处理这边的代志较要紧啊。咱万事若拢顺失了后吼，会啦。我招阿牛来找伊算账，问伊看食饱未，叫伊一定爱给咱阿哥拉一个公道。老小弟，老小姐，你来啊！爸，我回来啊！回来啊！嗯啊！哦，我就想你呢。你有想我吧？没有，再无想你。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，阿爸规天我嘛在想你。爸，董事长，阿爸，刘伟啊，后生好佚佗吧。爸，刘伟也欺负人，我不管。刘伟也欺负你？对啊，人家伊老老的家佚佗几天啊，伊都唔去。讲什么烦恼公司有代志？公司公司。哦，你看，你看。人免费是一个有事业心、肯负责任的好青年哦。你上想呢？开工干想要佚佗。阿爸，你上偏心啦！哈，今麦有惊死拢买早点。阮另外这个查囡仔吼，都是安尼跟我创的啊。因为啊，我看你以后都无好日子通过哦。爸，你莫甲吓惊啦。阿爸，我感觉我不能欺负一世人。只要怀着，金宝啊，董事长，拄仔顶有一份人事命令，你提出去公布，迅速陪科总经理去新的办公室看看顺顺。是。总经理，无唔对，我已经决定要甲你提升做总经理，希望你都爱认真拍拼，千万唔通让我失望。阿爸。要不过我无啥经验，我惊其他同事。我是公司的董事长，你照我的命令决定去做都无唔对。同时，我也特别交代副总经理，还佫有金华呢，从中甲你协助，互你会当真紧就进入状况。我相信你一定是无问题才对。要不过，哎呀，明辉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凭你的能力绝对无问题才对。好，金华。你赶紧带柯总经理去。是，柯总经理。去啦，紧去啦。阿伯，你陪阿爸在遮开讲。阿爸，我来。好好。去啦。对啦，副
去无唔对，就是这个。阿牛啊，等下来。哎呦，啊你来去共囥咧食啦，行啦。唔去这大囥一定做起来。想袂到我考明明，还当坐到总经理这位。喂，啥代志？总经理，外口有一个叫陈小弟的律师要找你。陈小弟，我毋捌这个人啊。伊讲伊是何秀月的好朋友。昨梦是心是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你凭什么叫阮一条蛋？无想要到见面，要想要闹翻，哪会使入？我啥也袂使入。真歹势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规定？你啥物公司规定？该管的唔管，无该管啥物乱管。你讲话较客气。啊，无你是变哪？唔好安尼啦，莫闹啊啦。咱是要来找人，是要甲冤家吼？歹势歹势，我要找柯明辉啦。阮柯董的，我就是柯明辉。哦，你就是柯明辉哦。男扮就袂歹嘛，看起来阁真正人。啊，不过做的代志唔正人。你敢使骂阮总经理？有啥物代志，咱来西餐厅再搁讲好无？请。我看你是足无闲的，无啊，莫甲你搅了伤久。代志我直接甲你讲讲的，我甲秀月是咧感觉熟悉，阮的感情亲像亲姊妹啊共款。你甲伊交往的情形，我加减也了解一寡。伊为你付出遐尼济呢，但系即摆得要出狱啊，你对伊敢拢无啥物拍算？过去拢是我唔好，过头到敢想趁钱，才害伊有我去偷用公款，强掠伊关。也毋过我绝对毋是故意的。秀官哦，是一个真温柔又搁痴情的查某囡仔。因为着要爱，受足侪委屈了，你敢知？这我知，所以我感觉我配袂得过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甲别人结婚了。伊就是为着这件代志，整个精神拢散乱去啦，一直闹要自杀，已经伫咧镇静室关足久啊，你敢知？秀华咧自杀。好家仔，阮这好姊妹也给顾掉，啊，若无早就性命判去。可真是，伊为着你牺牲遐尼济，为着你去让掠去关呢，啊，你一摆都唔捌去甲伊面会，这款代志你做一出，我看你人扮都也使做袂歹，啊，想袂到你心肝哪会这强，哪会搁娶别人？迄莫怪伊伤心嘛，到代志就到这，无论如何你嘛爱去遐看一撮，看是安怎你当面甲伊找互清楚，无嘛爱互伊心肝甘愿一下。新年啦，是吼。新年啥物啊？还有啥？凊彩啦。凊彩啦，紧就好。陈小姐，我即摆实在无方便甲秀华咱见面，也毋过我有信心要弥补伊，只有200万，麻烦你摕去好无？200万，少年嘞，哦，你出手有够大方个啦！头家娘，200万嘞，咱就当开一间哦，比一间搁较大间个餐厅嘞。点点啦，我是想要讲，
恁查甫人咱想法拢同款，恁就是不管犯什么错误，用钱拢会用解决的，是。秀华对你的情意，干两百万就会解决了，是。潘明秀，啊，你来袂及啊？我即马有一件代志，希望你去处理。代志若成功，我一定袂亏待你。总诶，莫安尼讲啦，我今毛为你办代志，这是我的光荣诶。对啊，你有看一大块，甲一查某才出来。有啊，拄仔遐歹弄着，即马要去啊。你即马去查看卖因兜住伫。好，我出来。你阿母，刚刚电锅内底物件有食无？有啊。哦，有乖，乖乖。阿爹，巴肚枵，巴肚是够枵，有够枵啦。这靠有馒头啦。啊，好啦，你食你食。什么人啦？我出面的代志拢无问题。哎呦，啊，有影吃某的就对。吃某啊？哈，安尼咱不就应该开店啊？吼。对啊，等你间店若开吼，你就是阮这间店的头家娘。金木，走的，找几个人叫来闹听。是。你讲咩啊？我真想袂到，今日会当有这个机会，踮这开美好食堂。希望一切的困难拢过去啊！今日开始，阮两个足认真，将阮的物件煮好好食，予人客拢学了。求天公伯啊，你保庇阮，予阮平安顺遂，大赚钱。别啦，大赚钱啦！来来来，大赚钱，大赚钱，大赚钱哦！好好好，啊，袂记买金嘞？哈，无买金哦，我爱去买金。托你讲金着无？着做生意爱买托你讲金。托你讲金，嘿嘿，我来要订，我来要订。紧来嘿！好好好，啊，无烧金会使先放炮啊？哎呀，那袂用个，咱放出边，头尾嘛知个了。吼，啊，时间较袂用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个，我唔敢放。我放，我放。拜托，拜托，快起来，来遮。哎，你刚放起来，你刚放起来。幸亏啊！啊，咱起来，来来，咱起来坐。今仔日头一天啦，啊来坐，啊，我要点啥？点点恁娘！